船回来又挑上了，歇会儿再干，给我。哎，我不累。哎呀，你这个姑娘就是爱拼命。哎，大叔，你不是说拼上老命电罐站也要在一个星期内完工吗？可你那要是影响了三下，人家可要找你这个大队长了。红英。哎，水泥管子买回来了啊。这是发票。好，等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再给你结账。好，先忙着吧。哎，去了啊。哎哎，哎，老李啊，咱们不是说好要买黄沙的吗？怎么改成红沙了？不是买的，工厂的下脚，这叫废物利用。这是谁出的主意啊？是我。当会计的就会打这种算盘。我看呢，这个算盘打得好。哎，你这个支部委员当上了财务监督组长，就帮助会计讲话了。人家红英想的对，就应该支持你呀。啊，老王，为队里节省开支是好事，人家化工厂还要送咱两船呢。哦，这红沙要筛过了才能用，我怕耽误了工程。放心吧，大叔，耽误不了。小杨。哎，大叔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托你打听的东西有没有啊？牛皮保险带有。多少钱一副啊？你问了没有？50多块钱。哟，价钱还不小呢。看你这个派头才真小呢，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呀？想买又嫌贵。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小电工还用这个麻绳保险带，像什么样子？就是嘛。再说，咱们队里积累几十万了，买副保险带，那还不是水牛身上拔根毛啊？对，那么多钱留着干什么？我跟队里说说去。哎，不知道会同意吧？哎，这倒是啊。哎，大叔，我当会计的时候啊就好办，现在红英啊……红英姐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是老同学好朋友，这点面子总会给的。那么下午我就给你捎来了。好。哎，大叔，那钱呢？大叔给你想想办法吧。你可真是个热心人呢。哎，咱们一块走。哎，这副保险带呀，你看见了一定会喜欢，还是打了蜡的呢。真的。谁呀？小杨。死丫头，看我不揍你。好了好了，小杨，我给你带了一本书来，在桌子上呢。啊，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。哦，说的是人家老早办合作社的事儿啊，你先看吧。这里面有毛主席亲自写的暗语，咱们好好学习学习。好，你看这么长就丢掉了。这点线头能派什么用处？红英姐，你看漂亮吧，打了蜡的。谁买的？我。怎么样？
钱呢？邱金才垫的。邱金才垫的？他怎么？他又不是敌人，人民内部矛盾吗？他怎么会跟你垫钱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谈这些了。喏，这是发票，58.5元，给报个账。怎么？不能报？不能报。哎，是不是价钱太贵呀？该报的，价钱再贵也能报；不该报的，一分一厘也不能报。这个我知道，可买支付保险贷是基本建设，应该报吗？基本建设也得经过讨论才能买呀。这，小杨，咱们那副新编的麻绳保险贷挺结实的，完全可以用，为什么还要买皮的呢？红衣姐，我买这副保险贷也算不上铺张浪费，不过只花了50多块钱呀。50多块钱，差不多是半亩水稻一熟的收入啊。这半亩水稻，从下种、插秧、除草、施肥到收割脱粒，咱们要花多少心血呀？好好，你批评我接受，这次报一报，下次啊坚决改正。缺口不能开，错了就马上改。那现在已经买了，你看怎么办吧？退。啊？退？嗯。我们应该把它让给真正需要的电工师傅用。走，我跟你一起去退。我不去。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，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小电工用麻绳保险贷像什么样子？这话是谁说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凭过去是同学，你也应该把算盘拨一拨。你这个人就是不讲情面。小杨，这算盘是贫下中农教给我们的，拨一粒都要辨辨方向，掂掂分量啊。小杨，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还满意呢。怎么没报成啊？你看我说不行吧，你非说行。哎，那你去找大队长啊，大队长同意了，那小会计还敢不报啊？哎，对。哎，你知道吧，大队长急的是生产，你买这个也是从工作出发，为生产着想啊，懂吗？懂了。这下我看你张红英的算盘拨还是不拨。先说一声啊，我没来得及呀、啊，你就给我签一签吧。大队长，水泥管子来喽！哎，来几个人卸车。哎，大叔，大叔，这几天建电灌债，架线的
任务重，时间紧，买了这副保险带，任务会完成得更快。大叔，我也是为了生产着想啊。好，只要是生产上需要，添点家当，咱们还买得起。就是嘛。不过下次无论再买什么，可要先打个招呼了。哎，大叔，你同意了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小杨，这下子接线可要看你的了。你等着瞧吧。报，你看看清楚啊。等下了工，我去和王大叔研究一下。还研究什么？这笔账不能报。啊？还不能报？到底是听队长的，还是听你的？我是会计，不符合勤俭办事精神的就有权不报。你也太主观了。怎么了？嘴上挂油瓶了？你大队长签了字，他还不给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生产这么忙，你们哪来的闲工夫吵架？好了，红英，你就给他报一下吧。大叔，这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。还商量什么？他也是为了生产呢。为生产也不能违反财务制度啊。哎呀，红英，一点小事嘛。大叔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如果这样大手大脚，不但生产搞不好，还会在社员中间造成不好的影响呢。你看队长说话都不算数了，这往后怎么办事儿啊？邱金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当过会计，财务制度你不懂吗？为什么不经过队长批准就先斩后奏？哦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我这是替小杨的工作着想啊。一点小事也抠这么紧，叫人家怎么工作？如今我们队家大业大了，家业越大越应该注意勤俭节约。我买这副保险带不过是水牛身上拔根毛，干嘛那么小气？不，这不是小气，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志气。咱们队买了拖拉机、抽水机、插秧机，办了那么多家当，还存款几十万，你说留着它干什么？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。对，红英这姑娘说的有理。小杨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你讲这话别拍臊。好了好了，都去干活去。我不干了。嗨，小杨，回来。你倒怪起我来了。你是大队长。大队长，你眼睛里有没有我这个大队长？大叔，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，办事可不能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。这事儿是小杨不对，明明没理还要发脾气，你自己当队长的也有责任。哎，大队长，公社来电话，明天晚上7:30有重要广播，要组织社员收听啊。知道了。哦，真把我头都急扁了。小杨撒手不干了，一星期内线路接不好，我就找你。你说走勤俭办事的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，现在我真正体会到了。是啊，眼下这股风刮得还不小呢。
可你说这是从哪儿刮来的？我觉得这股风和邱金才有关系，他对买保险带的事为什么那么起劲，又为什么在群众面前挑拨王大叔和我的关系？这个人过去当会计的时候贪污浪费，被撤了职以后一直心怀不满，总要兴风作浪的。群众反映最近他三天两头大吃大喝，劳动点儿浪当，还净往城里跑，和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来往往。看来这个家伙还很狡猾，他不是自己吃播上阵，而是利用我们中间一些思想上糊涂的人替他打冲锋。斗争真复杂呀。红英啊，你是贫下中农的后代，要敢于斗争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，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。毛主席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麦苗不怕雪压，油菜不怕霜打，年轻人肩膀上压压重担，腰杆子会更硬的。大伯快走喽。哦，来了。红英啊，邱金才外面的情况我去了解。大伯，把发票带上。啊，对。红英，你可得注意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啊。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，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。大叔。啊。这个洞再不堵啊，这块田里的水就要流光了。是啊，小洞不补，大洞吃苦啊。啊。大叔，这种洞容易看得见，思想上的漏洞有时就看不清了。说实在的，现在队里家底厚了，花两个钱何必抠得这么紧。大叔，咱们队的家底是怎么厚的，积累是怎么多的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常听你们老一辈的讲，刚办社的时候，地主富农骂我们穷光蛋，做梦想上天，说我们是扁担社，长不了。我们贫下中农，骨头硬，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。为了节省农本，
提高产量。寒冬腊月，敲冰踏雪，挑河泥，咱们集体的家业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吗？嗨，那时候咱们队里穷，只能一个钱掰成两半花，可现在条件大不相同了吗？像我们这样富裕的大队，就算是多花这几个钱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这笔钱数字不算大，但是打开了铺张浪费的缺口，集体经济就像这田里的水，很快就会流光的。刘少奇大少爷种田的思想余毒，就会慢慢流进来。穷棒子办社的革命精神，就会逐步忘记。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，就会渐渐丧失。这是多么危险呢、啊、大叔，你说是吗？这50多块钱是用得不够妥的，我也不该给小杨签字。我去和小杨谈谈。别耍小孩子脾气了。小杨，给你，红英姐都给你拿来了。你这个人怎么了？小杨，快去，今天要广播一篇关于勤俭办社的报告，社员都等着听呢。我又不是算盘钟，你爱怎么播就怎么播呀。你不是算盘钟，是电工，不去接线还发脾气。小杨，小杨，对我有意见可以提，不应该丢下工作不干呢。我没意见，反正算盘在你手里，播不播由你，可老虎钳子在我手里，干不干由我，你管不着。小杨，你说的这是些什么话？咱们的本事是哪里来的？你忘了当初咱们是怎么接班的？Thank you.
常说我们绝不辜负党的培养，贫下中农的希望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。可是现在这些都忘了。我没忘。不，你忘了。你口口声声说老虎钳子在你手里，可这老虎钳子是谁交给你的？你想过没有？是啊，小杨，你丢下工作不干不对呀。老一辈用心血培养了我们，希望我们接好革命的班，现在正是需要我们为革命工作的时候。可是你这样做对得起党，对得起广大的贫下中农吗？我丢下工作不干是不对，可保险贷的事儿我还是想不通。哎，小杨，快去吧。小杨，雨衣给我。走，我们帮他去查线。好。雨衣姐，走，我们到那边去查。线接不上，他回去拿线了。哎呀，广播时间快到了，胡一杰怎么办呢？
金才。啊？哦，红英啊。怎么？你没去听广播啊？我头疼。头疼？哎，老毛病了。老毛病再犯，那可就危险了。邱金才，最近你日子过得不错吧？嗯，凑合吧。我看还挺宽裕嘛。不不，去年挣的工分不多，手头上还挺紧的。向队里借的钱还没还清呢。那保险贷的钱呢？啊？哦，是向朋友借的。向朋友借的。哎哎，对，你不是常说向朋友借不到钱吗？我哎呦我这头真疼。我得去看看啊。邱金才的神色不对，叫民兵注意他。饭吃过了。嗯。那副保险袋我去退了，就把钱还给你。退了？啊，那我去退。哎，是我托你买的。不不不，还是让我去退，退了就没事了。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喏，在那儿。哦。把发票给我。发票红衣姐留下了。啊，在她那儿啊。哎呀，你快点要回来，越快越好。你这么着急干嘛？我是替你着急呀，再不退，事情可就要闹大了。怎么？恐怕人家要给你上纲了。上什么纲啊？阶级斗争呗。我才不怕呢。别哼，当心点儿。小杨在家吗？大叔。啊，你也在这儿？我正在劝他把这个退了。广播都听了。哎，这副保险袋不该买。嗯，我也不该签字。大叔你也想通了啊？小洞不补，大洞吃苦。大洞吃苦？哎，小杨，思想上有了漏洞，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会渐渐丧失。刘少奇大少爷种田的思想余毒就又会抬头啊。大叔你说的对呀。不是我说的对，是你红英姐做的对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，她为什么能这样做呢？我没想过。哎，昨天我可是想了一夜呀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工作一忙就放松了学习，可你红英姐呢，不管再忙再累，总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我是只抓甜头不抓人头，她可是处处都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啊。小杨，这保险带的事情不算大，可对我们的教育不小啊。大叔我想通了，退吧。对，我也想通了，退。不，不能退。啊，你一会儿叫我退，一会儿又不许我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杨，事情挺复杂呀。有什么复杂的？邱金才马上要去退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邱金才为什么突然想去退呢？人家垫了钱你不给报，又不让退，你不是存心要人家好看吗？是他想要我们的好看。我们看问题要有阶级观点。阶级观点？哦，怪不得。红衣同志，我头脑里是有大手大脚的思想，可你不要给我无限上纲啊。小杨，你想想看，邱金才为什么给你弄来了牛皮保险袋？他是热心。热心？他是别有用心。别有用心？
麻绳保险带不像样，是谁说的？水牛身上拔根毛又是谁说的？什么？邱金才说过这种话？哎，他说过又怎么样？我也这么想过。小杨，你真糊涂啊！他正是看中了你思想上的弱点，利用你打开缺口，向我们进攻，搞垮集体经济，这就是阶级斗争。阶级斗争？你倒真的来了。好吧，你就给我扣帽子吧。勤俭办事的传统是我破坏的，集体经济的资金都给我一个人花光了。小杨，别净往自己身上拉，冷静点。到我头上来抓阶级斗争了。阶级斗争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你还在睡大觉。邱金才那么急急忙忙要退，正说明他心里有鬼。我看那副保险带的来路不正啊。什么？邱金才是一个盗窃集团的骨干分子，保险带就是他的同伙盗窃出来的。就在刚才，他见势不妙，转移赃物，给我们截住了。邱金才被我们押到派出所去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公社拖拉机上的车灯吗？就是。小杨，你看电线，电线。原来是他偷的呀！这个坏蛋真是个黑心狼。小杨，别看一副小小保险袋，如果我们不注意勤俭节约，就会给贪污盗窃打开方便之门呢。红衣姐，我上了邱金才的当，我……老王。邱金才还有这么多的假发票，都想通过我们干部的手给他开绿灯啊。我真是家大业大，不会当家。红英这姑娘路线斗争觉悟比我高，到底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好青年呐。小杨，红英姐，我……小杨别难过，红英姐，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。一个好电工要管好线路，首先要看清路线呢。那给你。